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接下来玩的是我独自升级 Arise 的这次出的是原创角色啦，哈波，然后还有一个双胞胎吗？叫夏洛特。那夏洛特可能过后才出吧。那这一次出的是哈波先啦，第一个石头。这一次的哈波也是挺可爱的。然后拿着一个锤子，呵呵，挺暴力的。第二个石头，那锤子说真的还挺好看的，就是它的外观那种 bling bling 的那种粉色的感觉，很少女的感觉。第二个石头还是 boss。第三个石头，话说这游戏呢，好像每次我抽的时候呢，都是到接近保底的时候才会中，然后而且中这个词的角色几率还挺高的。第四个石头是挺不错的，只是我比较没有像那种就是会想要抽到两三只的，我是单纯收集吧。第五个石头，而且这次的暗属性呢，我还挺想要的。这一次的故事也是挺不错的啦，原创故事。第五个石头 ，boss， 他跟他的双胞胎姐妹吗？被遗弃了，然后被修女捡到了，然后修女不知道遇到了啥，黑衣人的感觉。第六个石头 boss， 第七个石头，然后就剧情还挺老套的，就是修女挂了。然后他们两个就走上猎人的道路，就这样，还挺短的。这次的故事倒是挺短的，可能还要等他双胞胎姐妹出来才会哦，两个双胞胎姐妹出来才会有更多的故事吧，我猜。话说我上网看到他的双胞胎姐妹已经出来了，可是好像没有看到嘞。哦，中了。这个一看就知道，因为是新的。不知道，还是可能过后出来，还是他们已经有那种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泄露出来的照片了。我还挺好奇的，是这次的活动有送吗？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一圈没有。哦，是白云号诶，还行吧，至少中的角色非常的好，这是超级可爱的啦。然后夏洛特可能是下一次我也是一定会抽啦。然后抽到了就来看一下吧。他的技能呢，基本 level 4的，就是我建议你们就是升等级的啦。这次的角色还挺特别的，必杀技也不用升到太高啦，其他的比较重要的呢就升一升吧。然后就是他装备啦，装备你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啦，我就是单纯的放他的一个装备罢了啦。然后他的装备呢，还有一个是燃烧的贪婪，那个我没有，所以我就没有放了。然后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也是可以放到燃烧的贪婪呢。然后没有的话，像我这样的话，你就装这些就对了。那这个角色呢，是非常建议你们觉醒一次啦。然后如果你是维克的话，至少三次是最好的吧。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对视频、赞、点个三连关注我。那么我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